小雨中显得更加可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我们远道而来的各位校友们，大家晚上好。朋友们，在今天
烟晚会的主持人当中唯一白发的我，叫娄宇宙，是河南大学七七级中文系学生。毕业后最近的几十年一直在中央电视台工作。我要说的是，入学的时候河南大学65岁，今天我们欢庆他百年华诞的时候，我也刚好65岁。我很幸运，对于年轻人来说我也是年逾花甲的老人，但对于母校来说我仍然是孩子，所以我必须回来为母亲过生日。欢迎娄老师回到母校。现在啊，虽然天空中下着蒙蒙的细雨，但是同学们的热情已经被点燃了。大家好，我是河南大学98级的学生钟倩，我是新闻与传播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系的一名教师。同学们好。我入校那年呢，是我们学校86岁的生日。我很幸运，在我毕业的时候呢，主持了河南大学建校90周年的庆典晚会。时间过得太快了，眨眼间10年就过去了。今天我再一次站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共同庆祝母校100岁的生日，我感到无比的荣幸。能和两位老师同台主持，我们才叫荣幸。大家晚上好，我是合肥电视台主持人林泉。大家晚上好，我是陈静，现在是湖北卫视主持人。我和静儿，我们俩特别有缘，是大学的同班同学。是，我们都是河南大学06级播音专业的学生。我们俩毕业那年呢，母校98岁的生日刚过，当时觉得特别的遗憾，因为要和母校的百年校庆擦肩而过了。是啊，但是今天我们两个很幸运，是能够再次回到母校，看到这么多可爱的同学们、尊敬的老师们，能够跟母校共同庆祝100岁的生日，那是相当的幸运。其实啊，要说最幸运的是我们俩。大家好，我是在校生代表厉江豪。大家好，我是在校生吕新燕。我们的河南大学建校百年以来，培育了40多万优秀的学子，而我们作为其中的一员，可以参与并见证河大百年校庆，我觉得是一种荣幸，也是一种使命。说的没错，我们作为承前启后的一辈啊，不仅感受着河大学子沉淀的睿智与从容，而且还怀抱着新百年河大学子的豪情与壮志。是呀，俗话说下雨就是下财，是人才济济的财。那么今天的这场小雨呢，伴着我们的百年庆典，将预示着我们河南大学的下一个百年，以后的每一个百年都将人才济济，红火兴旺。相信今天呀，不仅是我们河南大学的40万学子，无论身在何方，都一定想向我们的母校送上最真挚的祝福。那么在这里呢，就让我们共同的祝母校生日快乐。穿越百年，历史的年轮刻录着多少沧桑的故事。薪火相传，你我的目光再次汇聚新的起跑线。今天晚上我们试图用100分钟的跌宕起伏，描绘您100年的波澜壮阔，荡气回肠。今天我们要用最动情最有力的声音为您欢庆，为您颂扬。今晚绚烂的礼花已把夜空点亮，让我们放声高歌。一于无效永无疆，一于无效永无疆。
根本之救治法若何？是非多遣留学欧美以造就真才不可。夫文明先进国之政治、学术、技艺，足以施我而益我者，活矣。从而求之，则世界知识、专门知识，皆于此吸取焉。出而启诸邻邦，归而享诸祖国，其有必于民智、民德、民利、民权、民生者必多。林伯乡。制度正徘徊在历史的边缘，中原动荡，家国求变。一位手提马灯的先生高喊出了"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训言。西风东渐，伯乡先生高呼："以科学开发民智，以教育之国家于富强。"先生以一对对稚嫩的肩膀为支点，创办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推开了中国新式教育的大门。科学民主，新学强国，我们的先辈们走上了明德新民的漫漫征途，为那个年代灰暗的天空涂下了一抹微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明德新民，止于至善。
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在革故鼎新之风的激荡下，预校拔地而起，河南的新式教育就此发轫。建立之初的预校向海外输送了大批留学欧美学子，他们远涉重洋，背井离乡，稚嫩的双肩即将撑起家国的希望。就要毕业了，你们中的很多人将要到国外进一步深造，但是不论走到哪里，都不要忘记了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不要忘了灾难深重的国家和养育我们的故土。希望同学们学成之后要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来，做拯救国家、建设国家的栋梁。山河破碎，风云突变，倭寇猖狂，犯我中原，
歌枯鱼死的大地，立身安命的都城，已经无处安放一张小小的书桌。在风雨飘摇的年代，河南大学的师生们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莘莘学子挺起了脊梁，用鲜血和生命保护珍贵的图书和仪器，在烽火中铺就了一条提前办学之路。1931年9月18日，日军侵略我东北三省，东北大学师生被迫流亡。河南大学热情地接纳了来自白山黑水的同胞，在这民族危亡之际，他们同仇敌忾，共同宣传抗日。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后的枪炮也打破了河南大学校园的宁静。从此，我们走上了一条可歌可泣的敌前办学之路。在这次漫长的文军长征途中，我们秉持民族大义，勇于担当牺牲，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以一所大学应有的气节，加入到轰轰烈烈的全民抗战之中。
同学们，我以牺牲者的热血精魂凝聚成这53个字，大家一起来高歌大喊，扬我河大之风。苍苍河水泱泱，中原文化有且长，几几多事风雨一趟，几往开来扬辉光，此教多累何愁难忘，民族事事何须就地，这里是贡院遗址，历史变迁，校名更替，这里永远书香袭人，书声朗朗，一枚枚藏书章如同烙印，烙在莘莘学子的心上，翻看一本本或陈旧或崭新的书籍，扉页上淡蓝色的藏书章默默记录着曾经的埋头苦读，记录着那安静而忙碌的好时光。圆的、方的、菱形的、椭圆的，这些都是河南大学图书馆的藏书章。从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到河南大学，一枚枚藏书章仿佛就是一粒粒晶莹剔透的琥珀，而每一粒琥珀里凝固的就是一段流金岁月，而我的生命就和这一枚枚藏书章紧密相连，他们陪我从风华正茂走到满头秋霜，而今我垂垂老矣，但这些藏书章却依然光华灼灼。这一枚是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时期的藏书章，某个瞬间我仿佛看到了它在缓缓游动，翩若惊鸿，宛若游龙，这个瞬间我看到了光，我看到了光，我们看到了光，那是一盏温暖的灯光，在月白风清的校园，在新近落成的学堂，夜凉如水，白露为霜，那光照亮预校学子稚气脸庞，那光照亮了校园小路，那光照亮了课桌上的图书和图书扉页上的藏书章。我们读英语，读英语，读德语，读德语，偌大的校园书声朗朗，偌大的校园呐、书声朗朗。这是中州大学的藏书章，汉字刻写于中，西文字母环绕，设计风格中西合璧，开放包容，而这不正是中州大学立校理念的生动体现吗？这个瞬间我看到了光，我看到了光，我们看到了光，那光是雷火，雷火，那光是电光，电光，依然记得那年的6号楼，依然记得那年的群情激昂，
依然记得那个蓄着浓密胡须的演讲者，他叫李大钊，他叫李寿昌。大英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时，他的演讲余音绕梁，绕梁的余音里，一个声音愈发清晰，他说：读书要修真。他说：诸位当自强。这是一枚特殊的藏书章，河南中山大学藏书章，以孙中山先生的名字来为我们学校命名，其中的意蕴不言自明。这个瞬间，我看到了光，我看到了光，我们看到了光。我看到的是深情目光，它来自革命先驱，它来自中原父老。目光如丝，串起了一枚枚藏书章，目光如玉，和藏书章温柔碰撞，其音悦耳如环佩叮当。目光，深情的目光，先驱的目光，父老的目光，他的笃定历尽沧桑，历尽沧桑，他的执着地老天荒，地老天荒。1930年9月，我们的学校正式启用新的校名——河南大学。这是一份荣誉，也是一份担当。这个瞬间，我看到了光，我看到了光，我们看到了光。我看到的是点点烛光，烛光如和煦春风，在每一个学子血管中深情激荡，将一枚枚藏书章深埋进心灵的土壤，只待来日荡起千层波浪，只待来日荡起千层波浪，荡起千层波浪，荡起千层波浪。在烛光里耕耘，耕耘，在烛光里成长，成长，在烛光里告别，告别，背囊里塞满藏书章。1937年12月，日寇进犯豫东沦陷，我校师生带上图书仪器，踏上了敌前流亡之路，在离日寇最近的地方播撒文明，传承文脉，并在战火中升格为国立河南大学。这个瞬间，我看到了光，我看到了光，我们看到了光。那是济公山的月光，那是镇平的月光，那是潭头的月光，那是宝鸡的月光。十余次迁徙，千余里辗转，长亭外，古道旁，留下一路悠悠书香。我国山河在呀，长相厮守的只有那一枚枚藏书章。那是石阳庙的篝火，熊熊的篝火，熊熊的火光。八年的期盼，八年的等待，从此我们和藏书章一起结束了流亡。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我看到了光，我们看到了光，那是藏书章的经过，美轮美奂，郁郁苍苍。我看到了光，我们看到了光，那是满园书香，郁结的灵光，云蒸霞蔚，山高水长。我看到了光，我们看到了光，我们看到了光，我们看到了光。
一粒种生成一棵树，一棵树化成一座林。一百年的沧桑变幻，河南大学折枝成林，改变的是岁月，不变的是我们前进的脚步。一百年来，河南大学植根于中原这片沃土，经历雨水滋润，孕育满园芬芳。当年我们就从这里出发，像蒲公英一样飞遍天涯。当年我们就从这里出发，让浓浓的思念氤氲天涯。当年我们就从这样的雨中出发，如歌的岁月，如水的牵挂。现在播读团中央代毛主席对我校学生的回信。你们的信毛主席已收到并转我们代付，你们提出了坚决服从祖国的需要，接受祖国统一分配，并不断地努力学习提高自己，这是很好的。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伟大的集体力量，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贡献自己的力量。希望你们永远保持这种精神，愉快地走向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分配给你们的工作岗位。现在播送新闻。为了国家建设需要，学习苏联教育的先进经验，国家决定从1952年下半年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全国范围的高等学校首次院系调整。政务院教育部进一步明确，这次院系调整以中南区为重点，中南区以河南大学为重点。
播送新闻，河南大学广大师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甘于奉献，服从大局，奔赴四方，报效祖国。最爱河大，爱你风会轻吟，树会唱歌。最爱河大，爱你湖光潋滟，塔影斑驳。最爱河大，爱你庭院深深，厚重执着。最爱河大，爱你满园书香，如琢如磨。这是学子之爱，眷恋你智慧的启迪。这是少年之爱，留恋你慈祥的眼波；这是知己之爱，倾慕你深沉的内涵；这是恋人之爱，依恋你温暖的臂膊。My name is Shirley Wood. I was born in Arkansas. 我的中文名字叫吴雪莉。我出差上海。建国时候我出差上海。国庆节当天，我把五星红旗高高的挂在自己家门口。从那时候以后，我就要挂国旗。我在河南大学已经工作了56年，我的学生遍布了世界各地。河南大学是我的家，愿我们共同努力把河南大学办得更好。大家好，我叫王发增，1977级的学生。哎，吴老师也是我们的老师哈。我们入学那年呢，那个年月，国家刚刚结束10年动乱，那是百废待兴。我们河南大学迎来了复苏的第一春，77级的、78级的同学们，压抑了10年的求知欲呀，喷薄而出。至今，我的耳旁还响起，10号楼朗朗的读书声。还有大礼堂里飞扬的歌咏比赛的歌声，我眼前似乎还能看得到我们东操场的龙腾虎跃，还有铁塔湖畔的青春飞扬。 My classmates, my roommates, 我的遍布海外的校友们呐，你们还记得回国的路吗？
你们还记得回河南回开封的路吗？你们还记得回河大的路吗？你们还应该记得回家的路。大家好，我是河南大学经济学院2004级的学生，我叫孙自豪。当时家庭贫困，我是通过学校的绿色通道入学的。大学四年，我时刻提醒自己要学会感恩，要自强不息。2007年的夏天，我被评为首届情动河大优秀青年学子。在那次颁奖晚会上，一个代母求学的女孩深深地打动了我，她就是我身边的妻子。大家好，我叫李小爽，是河南大学文学院的学生。爸爸去世后，2005年妈妈又得了偏瘫，我把妈妈带到了学校，一边上学一边照顾。2007年我和自豪同时被评为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母校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毕业后，我到中石化洛阳工程公司工作，自豪到洛阳日报社当了一名记者。河南大学就像一位母亲，永远呵护激励我们前行。我们永远爱河大，河大是我们永远的家。大家好，我叫王佳怡，是2012级新生。我从千里之外来到河大，20几天里，老师学长给我无微不至的关怀，我就像回到温暖的家一样。我作为新百年首届的学子，能够参加百年校庆已是幸事。更让我激动的是，今天是母校的生日，也是我的生日。今天的河大因我们一批批年轻的学子而分外年轻漂亮。让我们共同祝愿母校生日快乐。这是一所创办伊始即已抱定面向世界理念的学校，
这是一所将明德先民止于至善定为校训的学校。蓦然回首，这所学校已走过整整100个春秋，历经百年春风化雨，举文坛之泰斗，会学界之名流，造政界之儒将，断民族之脊梁，梅兰竹菊绚烂绽放。梅花一曲暗香来，梅花不畏风霜的品格，正是河大校友中革命者的真实写照。1934年的6号楼，掩藏在苍茫雾霭之中，王国权先生伫立窗前，目光投向西北，在那里，革命的火红正汇聚成最有力的风暴。再后来，作为杰出外交家，他奔走于东海与西洋，欧风与美雨，在中国和世界之间搭建起一座座结实的桥梁。在这里，还有因宣传抗日而被捕的邓拓，离开母校后立即奔赴边区，投身革命事业，一生报国皆几许，去留肝胆两昆仑。像这样担心报国的革命家、社会活动家还有很多，潘子年、吴之甫、侯静茹、楚图南、袁宝华、梁光烈，他们如百年河大这块沃土上培育出的点点梅花，林霜傲立，暗香浮动，风骨凛然。亭亭玉立的兰花，冰清玉洁，凝聚了天地间的灵气和英华，如同河南大学优秀校友中的艺术家。在化学系就读的马可，最开始怀抱的是科学救国的理想，抗战烽火的警醒，冼星海的躬身教导，马可转向了以音乐救亡图存的伟大征程。延安岁月的淘洗，成就了一代艺术大师。南泥湾，咱们工人有力量，白毛女，或乐观明亮，或气势磅礴，或深情动人，唱出一代人的激情和梦想。教育系毕业的樊翠婷，作为豫剧现代化的奠基者，在抗战的洪流中锻造出的钢铁般品质，声声铿锵，灼灼其华。他领导的狮吼剧团辗转西北各地，用乡土的锣鼓为风雨如晦的中国唤起不屈的信念，点燃挺立的勇气。再如王寿亭、武秀芝、丁成运、小香玉、李伯安、刘铁华、丁中一，他们兰花般的艺术品质是从这里揭出蓓蕾，最终绽放到岁月的深处，绽放到时代的最前沿。修竹拔节而立，萧萧簌簌，风姿宛然，象征了河大校友中科学家的文化向往和品格诉求。赵九刚先生是河南大学前身预校的最后一批学员，不出校门，先入清华，后赴及德国，学成归来，用其气象学专长服务于家国。
新中国成立前夜，他毅然留在大陆，筹建了中科院地球物理所。作为气象卫星之父，在其后的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中成就斐然。杨廷宝先生也是预校学员之一，后求学美国，归国之后致力于古城名胜的修缮工作。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南京长江大桥等著名建筑的后面，皆有他心血的凝聚。光影百年，冯景兰、党同心、樊应川、郝向吾、王明奇、张静茹，他们像一丛丛修竹，从这里生长，拔节而立，参天动地。菊花傲然怒放，历尽寒暑，不夺其青云之志，百花落地，方显其天生丽质。这正好暗合了河南大学优秀校友中人文社科学者们的灵动多彩的风貌。河南大学历来就是文人雅士、学者大家的汇聚地。姚雪银历四十载而成就五卷本李自成，萧瑟清秋，一枝独放。吴强风雪夜谱写红日，文苑英华一曲长歌照汉卿。王立群论道百家讲坛，一谈秦皇汉武，品史家绝唱，道历史风云。冯友兰、范文澜、白寿仪、董作宾、任仿秋等，每个人的名字背后连缀的都是传奇和风采。从这里走出的作家用如传巨笔书写春秋，他们穷穷然而独立的君子品格，经风霜而凝结，如一盏盏明灯高悬在百年舞台之上。百年河大，人才辈出，星光璀璨。既是后来者心中的指路明灯，又是河大人心中自豪感的源头。他们的背影已经引入历史，如今我们站在新百年的潮头前，愿他们松柏长青，愿母校永远辉煌。这是一缕清淡而持久的芳香，这是一缕平静而悠长的芳香。它在书页里游走，它在宣纸上飘荡，它在博雅路上郁结，它在明德广场徜徉。这就是一百年的芳华，它早已习惯了这里的熙熙攘攘。它就是自河南贡院而来，经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经中州大学、河南中山大学，经省立河南大学、国立河南大学，一路飘来不绝如缕的沁人心脾的墨香。
小诗句把满面情的沧桑，紫藤缠绕着不住却与共赏，铁笔安排幸运疏密的档案，一朝青春花不开缕缕墨香，谁把平仄写成诗而坐在房，满纸句都斑驳着青瓦灰墙，铜影点燃浓淡你你很长呀，他林多金银送出书声朗朗，你的厚重捧在手上，自己仍未敢看时光流淌，我的批注凛冬飞扬，笔法已改变要新的主张，你的典雅藏在心房，山绝戈壁后燃情未酝酿，我的续写风格别样，与古典约会有时尚在唱。出现第一缕晨曦，仰望你巍峨峥嵘，有着伟岸高大的身躯；注视你傲然挺拔，有着百折不挠的豪气。任凭风雨的洗礼，有那雷电的打击。你说，只有心是向上的，才能够触摸云翳；你说，只有根是向下的，
才能够岿然屹立。我一遍遍地读你，年年岁岁不倦不息。你看铁塔，你听塔铃，也是我们的超级奶爸，其实他更像我们的兄长，瘦瘦的脸庞总是带着微笑。大家看铁塔矗立云霄，清脆的铃声在耳边萦绕，铁塔的精神就是百折不挠，心中记牢。铁塔的精神就是百折不挠，今后的日子我们会在心中记牢。玲珑塔，塔玲珑，我登上铁塔第二层，两个铜铃正发亮，风儿一刮温暖温暖。玲珑塔，塔玲珑，我登上铁塔第二层，两个铜铃正发亮，失去前进的目标，铁塔下漫步一次次思考，未来该何去何从，我站在了人生的街角。不要再有那么多烦恼，快来，午饭时间已到。没有胃口，心情不好。心情不好没关系，想吃什么告诉我王嫂啊。你好王嫂，人生就像把菜炒，五味俱全才会滋味妙。没错，来碗鸡汤。前所未有的疲劳，
累了你就歇歇脚，欣赏一下路边的花草。花匠大叔，为什么你要把月季的枝条剪掉？不经过修剪的痛苦，哪里有花朵一枝繁衍茂？你们也是青春的花朵，经历了风雨才能绽放自豪。孩子，最近怎么老见你东奔西跑啊？阿姨，马上就要毕业了，我在寻找合适的工作呢。思念里你贪黑起早，成绩优秀是楼里的骄傲。你为了理想付出的辛劳，每一天铁塔的铃声都后继。本不是百花齐放的季节，然而泱泱数十万的河大毕业生就如同一粒粒花种，在经过了风雨磨砺之后生根发芽抽枝开花，创造出一座姹紫嫣红的百花园。我们相信所有的沧桑都会蜕变为美丽，所有的美丽都会转化为梦想。让我们记住每一份感动，每一声欢笑，让我们绽放每一个愿望，每一份荣光。
今晚的欢聚包含了2000多名演职人员在这雨中的满满祝福，也承载了6万6千多名在校学子的深情关注。100年对于人生来说很长，但对于一所大学来说，100年才是它辉煌的起点。现在的河大正意气风发，风华正茂。今天的聚会是归来，更是出发，因为明天我们又将迎来新的百年。让我们掌声有请校领导上台，和我们共同唱响河南大学校歌，让那嘹亮的旋律在新百年